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度空间的这个马克思韦尔气体速度分布函数呢是等于这个，那我要求说算这个 c 是等于多少？那我们知道这个速度分布哈，这是 f 哈 v dv， 这是粒子数百分比嘛。我从速度无穷大积分积到正无穷大的话，这应该等于一嘛。好，那我就这个等于一的话，我就可以把 c 给算出来。哦，这把它给带进来嘛，就变成了 c， 它乘以多少？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看到吧？这是一的多少啊？负的哈，这是 m， 二除以二 kt， 二 v 平方啊，哦，二这个 dv， 哦，那这要等于一啊。好，啊，我令这个呢叫做 lambda， 叫做 lambda， 那这样的话哈 ，c 的话就等于多少？c 的话就等于，一，这是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一的负兰达 v 平方 ，dv 嘛。好，按照之前我们积过，这等于多少呢？这等于根号哈 ，pi r 除以兰达。好，啊，所以我就晓得呢，这个就等于多少？把这个带进来。带进来以后的话，这个就多少呢？一 ，pi 除以 lambda 是二 kt 分之小 m， 所以 c 的话等于多少？等于是这个根号，这多少呢？这个是，这个等啊，这个是等于跑到这边来，那 m 的话是上去的。m， 它除以多少？二派 kt。哦，所以 c 那个长度常数的话是二派 kt 分之 m， 然后给它开根号。